分一下词。我的意见是唱整段，一人四句，到最后刚好是 cos 六，大家就合了，刚好一人一趴，干干净净，也不慌。但是你这样分的话，然后其实不太那么像一个组合。嗯，是吗？为什么？做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哦，就是强的人会很强，弱的人会很弱。一个人四句的话会太长。对啊，你要考虑整体的呀。哦。我想的是两句一个人，两句一个人，然后这里可以合。哦，两句行，还能撑过去。对吧？对。哦。你既然是一个团的话，然后当然是需要一个集体的面貌。每个人分的句短一点，我觉得看起来比较像一个团，而不是像一个合作。我懂你意思了。我平时很聪明的，现在就是那个傻劲儿上来了。没事，他今天脑子不在线。咚咚咚，咔！这个动作是什么？不太清楚。这个动作结束是啥？当啪 ，and 啪，怎么办？我记不住。37了，脑子还可以。这动作记得好快的嘞。我平时很聪明的，我不其实不是这样的。我们可 where are you？ 根本记不住。今天在哪儿？我昨晚上失眠一宿没睡。我的脑子不在线了。你在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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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在线。他主要是没休息好吧？你这样焦虑，因为其实人在很累的时候是很难记东西的。然后那个舞的风格确实可能。就是太硬气了，可能动作然后都不复杂，只是说你不熟悉的时候，那个力量感，然后你不知道该怎么把控。老师，您录一个给我看一下吗？然后我待会儿自己再看一下。右左头，然后低的低的。我给你们一分钟两分钟时间，你们可以自己捋一下。好呀好呀。除了不做是。走了？没有啊。看老师，怎么样练的？是不是想早点回去休息？明天再练。怎么？你想说什么呢？没有，我可能还得再练一下。哦。要不要跳个车给我看？好啊，来。5、6、7，OK 的 ，OK 的，因为今天刚学嘛，所以我觉得还是有时间再去复习一下。现在就是摸摸口还没有记住，对吧？不要着急，真的不要着急，还有时间练习。其实吉克隽逸他很怕给到人家看到他的那个劣势，所以他很焦虑说，哎呀，我这首歌应该怎么去演绎，甚至最后巡堂的时候我还看见他想哭。今天你们自己看时间好不好，也今天也不要练太晚啊，明天还有时间再去练习好不好？好好，加油，某某口。没事，明天就好了。睡觉接着。对，你不用太纠结这个问题，明天就好了。我懂他的压力，自己在练习的时候感受到那个差距。焦虑就是因为你不是你自己。我今天我做错了，我可以承担，是我自己的。但现在你是一个组合的时候，你就会更内疚。其实我觉得这才是最焦虑的。吉克去哪儿了？他自己缓缓吧。
内心很复杂，那种心有余力不足，那种又怕自己做不好，挺多的那种感受。毛毛口没有回来，毛毛口可以的，他需要一点时间而已。没得事，没事，你要不先回去啊，上厕所去。陪他吧，陪他，我去陪他。不用着急，门口可以。又蒙古落泪。没得事，不用怕，有啥好怕的？滚回去累去。就一下就戳着我了啊！我在那走，他从后面啪就上来就抱了，哎呀，我就觉得又不是那种矫情的那种，你懂吗？就是很像读书的时候跟你关系好的朋友同学，我觉得挺感动。去，然后走一步，对，好，再好，嗯，好，棒，好。翻，踩，踩着就放了。对，踩的时候放。是吧？踩，啪，踩，啪，啪，拍呀，拍，啪，拍，嗯。记住了吗？还好吧？好像记住了。海和兄弟，哈哈哈哈。他们两个就一黑一白，很互补。我感觉非常非常温暖，但是就是在心里了，嗯。